天是国庆节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现在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刚才播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，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，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。欢迎您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。